他这两个个真的现在完全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真的好安静啊，跟你一比就更那个，感觉这就坐在你右边觉得特别的不搭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安静的美女子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的，只是说美少女在很小很小的时间的时候我才是。我唱个那个吧，《我的世界》。嗯，哎，大家第一次来到我儿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可以右下角点一下他的直播室通知啊。天使他堕下天间，只用了一瞬间降临这世界，世人都被罪恶要挟，就自生自灭挥霍这一切。我受够这时代人祸天灾的伤害，我受够这时代欺骗哄骗败坏，我受够这时代信仰恍惚而无奈，上帝创造世界不是用来毁灭，我只要我的世界，我的世界黑暗之中的光芒，走向的力量是你给我的信仰，双眼是假的生命，是爱的初见，我受够这时代人祸天灾的伤害，我受够这时代欺骗哄骗的败坏，我受够这时代信仰恍惚而无奈，上帝创造世界不是用来毁，只要我的世界，我的世界黑暗之中的光芒，走向的力量是你给我的信仰，我的世界指引我找到方向，就像张开的翅膀飞往永恒的天堂， Baby never give me我的世界啊。然后虽然说我跟文这个风格真的差得太远了，也希望大家都喜欢吧啊。黑暗之中的光芒，足下的力量是你给我的信仰，我的世界指引我找到方向，就像张开的翅膀我的世界，
送给你们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其实我就是个唱歌的主播，又不会喊麦，但是我要就是比较全能，特别厉害，然后要多多学习吧。对对对对，没，哎呀，其实太多奉承的话我也不太会说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确实是，真的是王子他，你不用在这个唱歌，我是说我就说我不舔你了啊，然后我就说的实话，就是说，就是我开个背景音乐，要不好尴尬。我就是个逗逼，怎么不要这么说我？我今天啊，这是今天是第一次那个，就是正式和咱们这个王子连麦啊。我们两个其实都是算是才艺主播吧，就是那个王子他是就是专门就唱歌的，特别特别棒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特别用心的表演给大家，给大家带来很多那个表演。然后喜欢听歌的宝宝可以点一下咱们的关注啊，点一下我们的关注。然后也希望我以后和这个宝宝和王子，然后能够互相帮助，因为这个王子也是才来我们瑜伽，大家都互相帮助吧。在这个，因为这个可能时间段上稍微有一点问题，回头咱们两个就穿插一下，互相安排一下，然后互相帮助。喜欢我们的啊，喜欢我们两个的游客啊，大家把这个麦上的关注点一下。喜欢王子喜欢听他唱歌的呢，也速度的就是点一下他的直播通知我，等他开播的时候大家就多去支持一下。我确定我是才艺主播怎么地。感谢宝宝啊。就是我们就是互相互助的，没有那么多话，确实真心实意的想交这个王子这个朋友。我不是黑人主播啊，我告诉你，文家军的宝宝们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一下，听到没有啊？老于说的话不算数，不用搭理他，他现在正在天上啊。感谢宝贝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咱们那个王子家的宝宝，还是咱们家小猪送来的礼物啊。我没有黑人主播，我上次讲了一个笑话，然后学生说，哎，怎么和我有一拼呢，尿点太低了。看来也是王子在家肯定也是讲这种笑话被他们给。才艺特别多，我说你的才艺就是比较多，而且呢每一样都拿得出手。然后我的说才艺只有一个才艺，就是唱歌，所以呢就是谢谢那个文家军的这个支持和帮助，谢谢文二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欢迎咱们家队长。没事宝宝，我不是才艺多，我是就是比较很全面，对，但是每一方面都不精。就像在唱歌界里说相声说的最好，说相声界里唱歌唱的最好一样呗，没啥用。我在逗逼界里可以算是一朵奇葩了。这个好了，不用你们说出来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，不是，我给你们黑一个人吧。你知道吗，王子小的时候啊，家里特别特别穷，这是真的，穷的都吃不上饭了。有一天他去他舅妈家里了，然后舅妈问他吃饭了没有，没吃。你看他穷的都哭了，就那个时候就天天哭这样的。然后他舅妈又问他，你吃了就吃了，没吃就没吃，吃了吗，没吃。他舅妈又说，你这小孩，你到舅妈这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到底吃没吃。然后王子觉得啊，我到底说吃了，那好吧，吃了。然后他舅妈说了个啊，吃了就好，来吃了就把镰刀拿的，然后上后面山上去砍柴去吧。没懂吗？啊，这个冷吗？感谢刚刚那个感谢我们的老乡，感谢老乡荣顺为的勋爵啊。王子你也觉得冷啊？要不这样吧，再来一个，我觉得虽然你要觉得是个六的话，你真的就虽然挺冷的，但是还是谢谢王子的支持。我再来一个，你们觉得六的话点一下六啊。松哥都没懂啊，松哥他尿点太高了，都尿脸上去了。
你那都是尿手上的，尿脸上的。啊，说吃晚饭的时候啊，就是王子有个弟弟嘛，然后他弟弟喜欢上网，喜欢在网吧上网，然后他老妈喊啊，说那个学生，那个去网吧把弟弟给我找回来，抓紧让他回来吃饭。然后玄上宝宝就跑去网吧找弟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点，他弟弟哭着对他说：“姐，现在都9点了，我们回去好吗？”溜不溜？溜不溜？还没懂吗？王子，王子撸啊撸送人头呢，上瘾啦！这挺溜的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强行黑，不是不是，这是。